我乃是一要素来的教父，我都好事情要讲给你知。你小兄在世，一时来小兄不该死，我终于想通了，错将莫得真正的了。哦，怎样一回事？我原本以为甲希望城主同款，是恶鬼错将，但可靠小鬼，怎可能成为明界之首？所以，以我的推测，一切拢是由恶灵所造成。恶灵，恶灵与明界有所牵连。恶灵与妖魔侠，还是明界其中一支的种族。不同的是妖侠魔的形体，我表他人真凶凶，与恶灵类似于魂体，虽虽是境界不同。真有水啦，恶灵也是冥界的一部分。无错，天生万物，化育万道，冥界与人界同款，拢有许多的种族，只是妖侠魔三者为最大族群，恶灵乃神阴之气汇集而成，数目非常的稀少，所以搬兵来势力，往往无将伊放在眼里。恶灵一定的族群，远远超过一般兵来种族。我守在鬼楼恶灵之中，有一只惊是雄猛英雄。同时，我是在天时地利兼备、极大极端好运之下，才终于关入鬼楼。有这种能力的恶灵，我生平只看过两只，另一只下落不明。我怀疑就是魂身天狱之中，就是此中无得无我恶手，有真大可能。虽然恶灵能力远超过冥界一般的种族，但要达到这种程度者，大概也无外之。那恶灵有可能潜入佛门之中？一般恶灵当然最敏感，但那是功力德行够深，连佛祖也可以羡慕，潜入佛门并非不可能。那人修灵魂无数亿回，对立轮回，当然其中有例外。什么情况下一例外？太多的责任，要将经过司法进步。我明白了。另外有一件事情，恶灵与鬼魂相同。恶灵若经过兵器交替，实力倍增，以自身的肉身愈强，交替兵器愈威力，一名恶灵就愈强，就如同希望城主这只恶鬼。多谢你，我有一事拜托你。对了，竟然未记得问你找我创啥？我是要救中的说法。有路，忘记什么位？这事情本来是怪罪，应该是我冒犯你。不要沾污，一定要是魂属动位。寒星天师有凶在身，千万不可故意勉强。放心吧。不门不行，世俗之极，天可不测，巧尽英雄啊。
七勇一挥，在高耸的法官之上，王妃行刑手惊动全身领域，非同犯魂之法，天地无极，太行归零，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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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混！相反，瞬间阴气逼近，剑锋削上，威灵震心怒。玉兔东升，苏醒点点，苏醒天母宁，以净琉璃菩萨，降玉回转定先天，来告中堂。世事之机，乾坤不测，小心英雄啊！不是经纶半路哪走，为何天公之子何其多？刺客刺客刺客！一耶稣口中的天国之子，真是苏醒天母尼以净琉璃菩萨之中之人吗？希望中朝之人迎神欲挑战修文贵。心急如焚的韩国神来得及阻止吗？青天书失望召唤武灵，伊的用意又是甚物呢？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布袋戏《霹雳兵神》第42集《明月魔都不天时》。